木材有助于为数百万人提供清洁安全的饮用水，可用于烹调食物和建造庇护所。但是木材的作用远不止于此，木材可用于建造摩天大楼，可以代替塑料。随着科学的进步，木材正在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，我们的穿着方式，以及我们的出行方式，让我们越来越环保。通过纳米技术，木材可以帮助我们康复，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新的疗法，木材甚至可以带我们去太空。在可持续森林管理条件下，木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。选择可持续木材，造福人类和地球。